嗱，咁而家越嚟越多人咧都會網上揾盤啦，唔知你會唔會好似我咁咧？當網上揾盤見到 VR 嘅時候咧，都會睇得特別開心嘅，因為清楚啲啊嘛。咁我今日咧就帶大家咧就睇 V 用 VR 咧就睇呢個工業項目嘅。咁呢個工業項目咧就喺荃灣嘅 IEC 二。咁喺就喺荃灣嘅柴灣角街73号啦，佢又叫做國際企業中心二期嘅。咁呢一度咧就一共有20层，咁啊包括有 B 1啦，地下至到22楼，咁啊同一般而家嘅新楼一樣啦，都系冇4楼、13楼、14楼咁樣嘅。咁啊仲有18个私家車位添。咁我哋今日咧要睇嘅 VR 咧就系喺呢个2楼啦。系啦，点解要睇2楼咧？因为呢个2楼咧有呢个特色楼层啊。好。我哋睇睇先，嗱個大堂就係咁樣，二樓嘅大堂係咁樣，咁啊有兩部 lift 啦。咁其實咧佢就唔止有兩部 lift 嘅。好，我哋再睇一睇入邊，你睇下嗱，仲有一部，即係總共咧就有3部 lift 嘅。咁其實咧呢個二樓咧就一共有7个工作室啦。咁以有7个工作室嚟講咧，有3部 lift 都係相當之唔錯嘅。咁樣左邊咧就係、是。1至4号的工作室，呢度呢度，系啦，右边咧就系5至7号嘅工作室。咁呢7个工作室咧就系由990尺去到1405尺啦。咁啊有咩唔同咧？左边呢4个咧，嗰个平台咧就系大概100尺左右嘅。右边呢3个咧个平台就大概200至300尺左右啦。咁我哋就睇下最远嘅4号啊。4号工作室即系呢个，我哋经走廊行过去啦。好，嗱呢个204嘅入口，好，我哋睇下门口有啲乜嘢先。嗱，有呢个大门密码锁啦，都系佢配备嘅。嗱，入到去嘅单位咧就系呢一度啦。建筑面积咧就1400平方尺啦，实用面积840。咁睇翻佢就系比较长型少少。咁但系都相當見使，嗱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賣點嚟嘅，佢個不鏽鋼玻璃門，就呢個佢每一個單位咧都有呢一個來去水位嘅。而家尤其是而家大家都好需要洗手，都好重要，所以咁跟住有呢個電掣啦，配備呢個電錶可以即時用，全個單位已經通曬電嘅啦，安裝總電掣系統。咁層與層之間咧就有4.55米高，咁其實佢個樓底咧都係非常之高嘅，所以嗰個感覺會開揚好多咯，唔會咁局促啊。好啦，睇下個天花板，嗱呢個冷氣系統啦，佢有呢個中央散熱水系統，365日全年運作，24小時自主開關，仲有獨立風機負責制冷同出風。好啦，咁跟住仲有一個金屬嘅假天花啦，有 LED 燈盤、冷氣系統嘅消防系統啊，都有齊曬噶啦。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全裝修標準交樓，即係點樣咧？可以即刻用，咁我唔使煩啊嘛。嗱，睇完再睇下地下，呢個地下就有呢個可以方便安裝線路嘅升高地台，有呢個牆紙咧，就係 Made in Japan 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完呢一個。最重要是看看平台啦，咁有特色。這個平台咧就116平方尺啦。好，我哋出去望下先。咁佢對住咧就係呢個柴灣角街嘅。咁啊，因為佢最後一個即係最盡頭嘅單位，所以就有埲牆喺度咁樣啦。咁如果中間嗰啲就會俾兩個單位咁夾住啦，咁啊，睇下大家會中意邊一樣多啲啦。系啊，嗰啲厨卫嗰啲都喺晒呢边，都唔错噶，我觉得几好几好。